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文评论道》啊。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棋局呢是2018华为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第21轮的主将战，是由厦门队的柯洁九段对阵山东队的范廷钰九段，由我和刘老师为大家讲解哈。好，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这个我们来讲这个围甲的比赛。柯洁对范廷钰，柯洁大家不用介绍啊。范廷钰现在是排名第四，对，这是的，个成绩也比较好。这个我们他们两个应该代表我们这一线绝对的对，是中国的，的这个围棋水平了。所以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这个这个棋局啊。好，好，柯洁之黑，他是新，对，小目。也没走二等星，两个各走一个这个啊，然后挂角是可吧？以挂这个。挂现这在个角，对于对，新小目呢，都是先挂一一个般现在都是这个或者这个，他是飞在走的这个是吧？白棋是小尖小尖，黑棋守了个角，不是守这个，守那个，然后挂，然后他翘了一个这个，这个是应该大同小异，差不多，因为现在都不走飞鸦，现在都流行的不让飞鸦，对。然后呢，这个时候。白棋是不是走这个了？是的，是的，小飞收这脚。个呢也可以考虑这个，好像也可以考虑啊。这我不知个，道他就是白棋整体的这个架构啊。如果说他觉得这样的话，他是不是觉得被黑棋先挂挂掉一下或者这样是啊，吧？然过后去的，再比如说夹击这一类的，他是觉得这样黑这棋也太是一广盘了一棋点。嘛，一盘棋，哦，这个都还早很得正很。常，早得很，这正常，就大家布局非常正常的一盘棋啊。那么白他棋下的是守了这一个个。这个。那我觉得那个拆二也很大，好像是吧？他是拆的，他果然就是拆了一这个个，拆二挺大的。对。那么再，他也没拆，他挂的，这个比较狠。这个棋呢就开始往那个，往乱的走了。他先尖顶，然后呢，他是走的夹这个击，夹击。是的，你是要走的，这个，他有可能被拆二，对。走这个，还是走这个？现在。那么白棋的选择的方向，看走什么啊？这个时候，刘老师，白棋他不肯拆这个吗？如果这样拆是吧？他这边尖尖一顶，他觉得这样黑棋的配合不错，个，可能也觉得这样。如果不太你，满意，他黑棋是希望这样，这样可以，黑当然这样是黑棋比较希望的。对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其实要说有多种选择，这个也比较流行。要靠的直接靠点了的，点三三，哦，这是样立考马验动一下，手因是为吧？争子有利。所是谓的，的争子有利，就是说你走这个我能断，对，是的，你争这个我能跑，是这样。那么现在呢，他，这个可以考虑一下，这个走什么？你若立我就断了，对，这样是一种，这样会把黑棋卷进去，用这个子远啊，你可能是走这个，这个就复杂化了，要么长，要么搬粘，什么等等都有啊，现在。白棋这个可以考虑的一步棋，他走的什么呢？他走的是大跳，大跳，这个比较虚了，但是这大个，跳呢被人家拆二拆住了，对，刚才这个靠了点就不成立了，你如果再来这个，他可能这个了，对，立下去你断他都不拐过了，哎，对了，这个就不一样对，了，这儿多了一颗子，本来你是能的，扳住，现在就这个，所以呢这个就没有了，所以他拆二啊。现在白棋他是选的这个，但是我总觉得这个白棋。自己单纯这个的，应该跳，哦，跳一个，跳一个，就自跳一己一个，个人在那儿跑，挺没劲的。是跳一个呢，这个形状比那个要好，因为你飞了以后还有靠，是吧？走这个也能走这个，跳的形状上比这个要，这个好像比较重，厚重，黑棋二路飞出。对，飞出。那黑棋呢？这几手交换，你要没有了这个，我也还比较满意，我还觉算得黑行，棋还比较满意，我比稍较满喜意，欢黑棋，可因以为捞很实实地，惠。喜欢实地。这白棋走在外面这一串呢，对，也不见有厚。这个形状这里好，以后这个啊，跳一这个效率高一点。现在呢，黑棋呢捞实控捞得很足，它很舒服。对。那现在白棋其实这个下面这步其实比较大了，那白棋是不是可以考虑这个？他就是这么下的。不是这个下的哦，他是走的这个，他脱了虎，对。这个是不是连哦，扳？您是要脱了连连扳是扳，吧？你比如说这样，这样是吧？我这样，你可能你这样，这样，
大概是这样吧，退一杠，我就把这个打拔。是的。哎，这样的定型可能白棋也比较快速啊。嗯。哎，那么实战他是走的拖了一下，你这扳他糊起来了，糊一个，他一长。对。那么白棋走这个的话，他这个交换的话，这效率上黑棋可能会满意点。您觉得黑棋的效率还不错？效率不错，对，这个形状就窝到脚上啊，慢了一点，对，慢了一点，就正常的这个棋的下法呢，黑棋是考虑在这一带拆一个，这个多，估计是拆一个，定式，哎，很常见，长，对，拆三是常见的。但是柯洁好像不太满意于这个，看起来他的下法是。现在也受影响啊，是走这个尖冲，对，这个尖冲是风靡啊，这个都是。这个给我们带进来的时候，动不动就是尖冲，没错，尖冲是好棋。过去吴清源是特别喜欢尖冲的，尤其是这种，哎，啪这个，现在是这个还尖冲啊，好，这个是也应该说，和这个比较呢，我觉得这个我比较好掌控，对，哎，我有可能走这个，没错，哎，这个呢虚一点。后来我想他这个尖冲的意思，他好像就没打算拆这个啊。那如果说人家爬的话，那他再走一个的话，那他这两下交换肯定是亏了，是吧？有可能他既然是尖冲，他肯定是不打算走，比如说他打算从这儿拆过来之类的，也有可能。那他就把这个看小了，他如果逼过来呢，他就从上面走走跑跑就完了，大概是这么个意思。也有可能，我想这个尖冲啊，它含义比较深啊。但现在呢，这个尖冲啊，这个你要问那个。决议啊，哎，决议特 AI 啊，他就给你不理他是一招，脱先，是的，是的，尖冲你要理他呢，他有可能被他上他的圈套，哎，他给的分是觉得不理他可能更加，你看他走的这个，对对，这个就攻这个，比较狠，是的，比较狠。那么你如果这个，那他往前一走，这个白棋高兴了，没错，堂堂堂往上跳出来，你这个还是个孤棋，这他。高兴，所以呢，这个棋啊，黑棋在这儿震一个是也要紧的，是吧？是的，震一个也是要紧的。那么白棋这个子也不能被罩住啊，这靠或者飞住它，它都很难受。对呀、啊，这个也是很重要。或者是拆二也是一种下法。对，我好像有见过这样直接走这儿。哎，对对对对，这两个交换不是更可以吗？对，更好一点、是吧？你。看你走什么，这个棋也是可以考虑。或者是你压了我就爬回来。对对对。走这个呢，一个是扳，一个是贴，都可以考虑啊。比如说这样是吧？哎，或者这个，是吧？夹了跳是吧？是的。这都可以，这也是一种下法。他是走的这个。他飞起来。飞起来。那这个棋呢，他是压了一个。对。好棋，这个压是好，比这个单挡好。对。单挡是啊。主要是你这一跳啊，这个棋不好，白棋我估计希望走成这样，是的，所以这个压一个呢就不通了，压你要走这我是先手了，我就靠上来了，这白差一手棋，所以呢他是爬了一个，那我这个扳下来，对不对？扳下来，他的顶啊，这有扳下来啊，是的，他不是这个棋啊，黑棋来了个，这个时候黑棋走了一个棋啊是比较有意思的，你如果粘上这样。白棋希望走成这样，那还是觉得很凝重。哎，他走个什么？他走个小尖。虚拟的，因为你现在断是不行，断我就打出来了。这个不怕。对。哎，这个黑棋白棋没法办。那么，这个棋呢，就让白棋的选择他就困惑一些。这个。这好像下的，有点怪怪的，但是白棋好像很难很难啊，很难。这个时候选择是挺关键的。他应该选什么呢？这个时候啊。这个时候白棋的形状啊，找这个形状，有点不好办。困难。你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断。对。你如果这个都不是棋，这都不是棋，都不行啊。是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啊，如果你顶一个。可能还是个形状，单顶，对，这个有扳，你如果退，我就虎了，这样好一些，这个好，对，这个形状好，你这个呢，我这有扳，这个可以占，没错，是吧？这样好像好一些，对，这个可以好，
这个呢可以战，可以考虑战斗一下。嗯嗯，那么实战他走什么？实战他飞了一个，飞一个啊！这可能是这真的是一时半会儿不知道应该怎么下了这形状，怎么处理？对，好难的，看起来有点难了。嗯，黑棋虎了一个。哎，黑棋是飞的还是虎飞的？哦，他是先飞的。哎，他飞的一个。然后等他白棋先补。哎，你看又走了一个这个。对了，虎雷，那现在等于这俩交换。这俩交换的话，应该说是黑棋还算满意。嗯。本来你是跳的。对。是吧？对。哎，等于这样，交换了一个这个。慢了一下。慢了一下。嗯。白棋这样呢，黑棋。他得补断了这会儿。这个、再不补断有点过分了。补断的话，还可以考虑补在这里。虎一个。虎一个，因为下一步啊，你有一个。绝好的活棋，比如说跳完了这一虎，我这有一个安全的活棋，是吧？哎，这个搬也先手，你如果走这个，我这搬完我也能跳回家。嗯，我有一个这个后路，安全。走这个呢，就眼位差一些。嗯嗯，这眼还是很重要。对，哦，确实。白棋跳。嗯。黑棋刺了。黑棋刺一个，对，刺一个，白棋是反击了，对，其实反击粘上也，我也不觉得粘上有什么问题啊。对，粘上还是可以，这以后搬呢或者上面还是可以，应该粘上算了。嗯，这反击没啥意义。嗯，这个棋呢，它是走的这个，对，走这个，它飞的，嗯，也可以考虑什么之类的这种。先动它一下是吧？哎，先立。其实那个脚上啊，白棋味道挺多的，挺多。就是，想出棋的话，应该很容易。对，现在啊，还有白棋可以考虑这个，啊，很厉害，飞过来，啊，飞过来，这里有扳，是吧？也可以考虑一下。嗯嗯，当然你可能尖了，什么白棋再走这个，嗯，这个也是一种比较强的，这是属于强手，是吧？对，白棋很强，这样，嗯，啊，强攻他，强攻他走的这个。然后黑棋飞，黑棋飞，好，白棋这个白棋也走，因为这个有着冲断的，必须要补啊。没错。然后黑棋这个是吧，嗯？这个很大，非常大，拆入很舒服，拆入很大，对对对对对，这个非常大。这样的话，就大家也都是平稳的这么进行。你说谁好一点，坏一点？这个棋啊，嗯，这个应该说是差不了太多。对。或者怎么喜欢的问题啊，但是这个棋我自己觉得，嗯，黑棋这个形状啊，嗯，还是可以处理的不错，是吧？就主要这个白棋这个角有点空啊，味道有点多。哎，这个棋我怎么觉得这一点，所以现在白棋这立一个或者补，赶快补吧，很大，太补一个，哎，如果你这个怎么地方哈，我就赶快活，就是说，是吧？嗯。这个棋，哎，应该这样。那么实战他是走的这个，小尖，小尖，好，靠一个，靠一个，这个靠一个相当的给力啊！这个是一个好难对付，我觉得，因为这个棋是一个什么呢？是一个一下子抠了白棋的目，你这个侯三角抠了。对，我如果用墙啊，比如说这样，他不是气的，他要跑。是的。这个子我才不会让你吃掉呢。要是你吃，嗯，哎，要跑这个棋好像有点麻烦，有点麻烦。这跑一个白棋要怎么收拾的？接下来对呀，啊，这个棋有点麻烦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他这个要么吃这个，吃这个就断打吧。断打，嗯，这个棋总不能粘提这个，他总要粘这个。那就一长。这个棋。总之是吃不掉了，哦，那就算吃也可以了。但我作为黑棋这一方，我还想把白棋吃掉。把吃掉，对，这个棋白棋没法。我觉得白棋好像很难收拾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这个不行的啊。嗯。哎，那么他走什么？他是，这断打不行啊，所以他就这么打吧。对。然后再压一个。压这个。嗯。这个棋呢，应该说黑棋便宜了。对，我觉得他这个木基本上破的差不多了。这个形状，你这还有个断呢。是啊。是吧？他就退一个，哎，这个他捞了一个，你那脚本来你看挺肥实的，嗯，现在被他抠着还连断的，他这个棋只要活了就没关系。这白棋这脚没剩下几木。他这里有个扳。对啊。这里有跳，他眼位这上面有个眼，下面
马上也出演，但是这个棋你先封它，你再盖着它呀。它就是盖过来。盖过来。哦，那棋先跳一下。跳一个。哦，先找个回家的路。对。挡住，先手。然后再搬。搬，那再挡一下。啊，然后又虎一下。虎一下，那是这个要挡。接上。接上。哎呀，很想打这个，很想打。如果说现在打的话。打这个他搬这个是怎么回事？中间你也不能断呢。是啊。是吧？这断了的话，这不也已经断翅，已经把它吃掉了。啊，对对对对对。啊，那如果这样的话，那就没法收拾了。是。所以白棋也不敢。白棋没有打这个啊。他是压一个还是什么？冲一个，他是冲了一下，冲这个是你的先手，挡住，这个，然后搬了一个，搬一个，他等于说就是补这个断嘛，对，因为他怕人家断掉。那这样的话，应该说黑棋还满意吧？嗯，甚至我觉得这个时候啊，这个搬了吗？这个好像，这个已经搬了，好像还没，搬了，对，搬了。这个棋他是走这个，这个棋是不是还可以考虑？现在考虑这样，这够狠的。这有点狠、啊，哎，这有点狠，可能粘上它，比如飞一个，是吧？这也是比较狠的，因为这里你的还有个眼，够狠，是吧？要便宜的话也可以考虑，对，他是直接，不过他有个够，他觉得这样已经还行，已经赚到了，赚到了，对，他搬一个，搬一个，这个特别大，是特别大，但是这个先手了，是吧？先手，对。白棋现在往中央走了吧？这个棋啊，我怎么觉得这个非常大，或者这个也很大呀？就是很大呀，很大，这一间也很大。因为这一带呢，就底下那一带，白棋已经没剩下几目了。对，所以它中央这个攻完了之后，好歹是有点厚的味道。对，他想把这一带呢，看看有没有一些潜力。对，靠住。黑棋跳了一个，跳这个，他还是要考虑这个，因为越到后面，只有越空的地方就在中央。对，那中央这一带怎么收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地方。非常关键，对。现在这靠一下。我是要是我都很想在这一带再搞一搞，这里面味道是什么情况？先找个便宜。他没走啊，他走的什么？他立下去。立一个。立一个的话，他是想啊，以后他是不是想这个拐要先手的话，这一带还有靠啊之类的味道，也可能这味道是不太好的。他当然想黑棋能硬他一下哦。啊，也可能这个有那么着急吗？或者拐一个也很大。对啊。或者走着拐一个。那大的地方很多呀，就觉得这后面这面是不是还在找？或者是这个也可以考虑。点刺一下。点刺啊！我要是我可能走这个。他走的这个。现在抢木中间其实还有很多，这个很多要走的中间太大了。他走这个，这冲有点难过。冲的黑棋，冲的白棋。你如果走这个，那我再补了这个之后啊，那就不一样。这个、以后不一样了。这个有多冲断了。这好多毛病就出来了。有冲断了。是的。所以这个棋他不肯长。他走什么呢？他小尖一个，但是我觉得尖一个好损啊，真是心疼。这个交换一下的话，不忍心下。对啊，这个小范这手棋下，之后被黑棋这一长啊，要命，这个控就不对了。我还本来想站中央，所以呢，我觉得小范这个可能太注重捞木了。对这个木的感觉，他范廷钰对木的感觉比较敏感，对，是他很喜欢捞木啊。他们有人是这样评价他，就说范廷钰啊，你可能觉得局面领先他一点，就是说他跟那些顶尖层的像柯洁啊、米玉婷，但是你想赢下来那可难了，因为他后半盘定型和收束都极强，尤其是收束这个算路，就是算木算的绷得很紧。对，其实他稍不小心就回去了。他跟米玉婷是一个老师带出来的，但是他们两个人风格太不一样，不是一般的不一样。米玉婷喜欢战斗，是吧？那么实战这一尖一长啊，让黑棋往中间一长，他现在黑棋的木啊，他好像还行，木还行，他这个捞了一些木，这儿捞了木，你呢是主要中间这个，
这个空好像啊，这个中央比较厚，哎，这个是占便宜。现在你这个棋要是该往哪个方向走？现在他说，我看他是往目归到这儿了。他是先虎了一下，对，交换了一下，粘住了。是吧？我不太明白他为什么要先回他，他是觉得让人家尝一个他有冲断的味道吗？还是有可能？反正黑棋直接往这儿冲肯定是不成立啊。对，这冲不了。这眼见的是冲不动的。冲这一挂就死掉了。是的。这不行。他是交换一下呢，他定型，他甚至他觉得以后什么时候你要高兴的一冲断怎么办？是吧？所以他先虎了，跟他交换一下。交换。所以这种地方虽然说看起来很细节的地方，但是也是很体现他们的。白棋靠的时候搬的时候，可能直接双冲断，那也当时也是一个变化。对，黑棋有可能直接冲断，也是一种变化，也可以。但下到现在这个棋啊，就是看这个中间的收束，这很关键。对。这个是他们的关键的地方。所以说刚才这个尖的时候就觉得很心疼嘛，因为人家这个头就往你中央你想有潜力的地方就挺头了，你就觉得这中央要想要收控的越来越困难了。这件事情现在他面临这个比较大的事儿，就那个脚上吧，他的要走，这个太大了，因为这个棋被黑棋这一走，你这个棍子啊，以后啊，这都是问题啊，这都是麻烦了。没错。所以这个它不当是控的问题，还有眼的问题。对，这他就是为了尖完人，就是为了跳进去。对，这接下来这步棋，我觉得如果说让棋友们要猜测一下的话，可能会比较困难。很难猜得到。很难猜到。因为他接下来两步棋呢，它是连贯的。这步棋很大，后来我们事先是看过棋谱，知道他接下来这步棋确实是很大。但是你要实战，你下得出来就不容易了这件事情。他下的是这个。他冲了一个。黑棋。然后拐一个，这步棋确实很大，我觉得。这个就是逆收了，他如果让白棋挡上，那是先手一个可能性，都特别大。是的。而且。他待会打完虎子，我就脚上十几步。他把这个逆收了呢，这个白棋这两个眼呢，就算你打了虎，被他一扳也没有两个眼。没错。两个眼没有了之后啊，他这个要强。对。以后。你外面的断点都小心。以后要小心这个。所以他硬抢了这个非常大，巨大这步棋非常大，反正看起来特别不起眼。你说就是二路拐一个，对，但巨大这步棋，对，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家都说这个柯洁啊，最近怎么等级分被米玉婷超过了哈？其实我看他们公布的等级分啊，两个人是同分的。只是米玉婷呢可能是排在第一，但是大家意思上好像这柯洁长期第一的怎么被超过了。其实我觉得看到这手棋呢，大家也不用担心，柯洁的实力毫无疑问是存在的。这个黑棋抢了一个，这个是非常大的一步棋，在这个逆收了，这个下面就等于是中央的这个保卫啊就显出来了。对，该白棋他怎么来对付这个，怎么进行，怎么化解这个，这断点明显就已经暴露出来了。对，你得小心呢，你接下来你这局部不活了。对然后我们看白棋是怎么操作的，他走的这个马上就走了。对呀，马上就走了。这个棋他这个是断是肯定的，是吧？是的，断是肯定的。然后白棋又打吃，他就想啊，他想把这两下先手走掉。对对对，粘上打一下先手，是不是以后都算交换着了？以后断起来可能不一样，对，也可能，也有可能，也有可能是这样啊。这个还有可能呢，他如果不走那两下的话，他是不是担心黑棋直接给他加到这儿啊？他有点难受。对，这个加完再长是吧？对，这个也受不了。这一下好像太痛苦了，这个也是受不了。本来我觉得这个棋啊，这个白棋这个点呢、是一个很好的点，没错。因为点完这个之后啊，他下一步啊，你比如说他的后续手段呢，那在这里飞，你挡再冲断你，这都是连贯的，再一断，只能打吃，打这个我再一拐 打，马上就给你封死。你如果接上他这个粘还是先手，你多半大概只有吃掉，就无法忍受。你看这白棋这一手棋就能走成这样，再飞这个那就很愉快了，所以这个点是非常大，很想走的一步棋，他没有走，他是现在先走这个，他可能也跟为那个点呢、做个准备或者怎么样啊，或者刚才
您说这个要加一个啊，加一下确实很难受，因为你如果直接断上去，那白起也没什么好想的，反正就查出来给你占呗。是的，但是你加他一下，他就不知道怎么办了。对了，他是实战就这么下，搬一个，断，对，那么一叫吃，是吧？对，这个时候啊，这个用我们的惯例啊。都是肯定是要粘的，按理说是这样子的，都是你既然打了哪有不粘的，这个而且这个是个先手，是吧，我踢俩还先手，对呀，这样那让你走，我要是我可能都不动脑筋，就这么走，就粘上粘上粘上，反正你打一下就打一下，就是你的嘛。但是呢这个时候啊，这个黑棋这柯洁给我们展示的就不一样了，他的下法让我们可能就不是这么想法了，就不一样了。他走的什么呢？这个棋啊，他断打了一个。断打，可能让你有点想不到。断打之后，提两个。先手。先手给了，这个非常大。对。非常大，不单是眼位，还是目也很大。但是呢，这个也非常要紧，为什么呢？你不能跑。跑，假如跑，他大概会是这样。踢掉，对，吃。假如说接上吧，对，他说我有这个，全连上了。就是说你搬，我能断。他是这么认为。这个棋呢，一下子全连，全是木了。这木很大呀。这个地方全是木了，这个可能他没想着，因为这个棋啊，你走这个没啥用。这猴完之后，人家这里有个铁眼，眼杀你。后手。那说我还有一个这个。比如说这个搬一个，那我打，他说有这个做劫，对一个，但是我就算打不过，但是我你说我这个有这个连环劫，可以铺这个，但是这个是个连环劫，对，我黑棋提这个，你提回来我再提这个，这是个连环劫，它能够一路连回，这个兜起来非常大，对，非常大，你这样的话，大了，这是柯洁希望走，他这个棋是好棋，是的，你弃两个。这个棋反而是个好棋了，这个棋啊，这个让白棋可能没想着，就然后它外面呢还是保持有这个夹，对，还是要注意啊，这个棋啊，这个棋先手你也没完全活，但是呢，你这块棋啊，两个眼还另一个眼还没有彻底结束，还没有彻底出来，是的，没错。那么这棋下成这样，对，那接下来这白棋要怎么处理呢？对了，虽然说先手提了两个，哈，没有想到这地方黑棋会让他先手提掉，对，但是即使提掉了，也没觉得这棋境况就好很多那种感觉，对了，那接下来怎么办呢？我们先休息一下啊，给大家留点思考的时间，一会儿见。好，待会儿见。好，欢迎回来。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棋局呢，是2018华为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第21轮的主将战，由柯洁对阵范廷钰。刚才呢和刘老师为大家讲解到这儿，就白棋刚提了一下，对，那接下来怎么办呢？问题是，就是这个跑了，被他一兜一长，太大了，回家了。这个三颗子还不能跑，那怎么办呢？最后他这个棋啊，那就只能弃三颗了，他跳一个，被这三颗抓了，对。这三颗很大，不说很心疼，很大不说，这一长啊，这不但是真受不了这个长，眼位没有，这个断的夹都有出现了，是的，所以这个变成又是个大棋了，他唬住，这唬住，那么如果这样的话被他先手了，等于是白棋落了个后手，没错，这提着两个被他这个地方黑棋得分了，他这个先手该黑棋，再转了一圈黑棋先手。应该说这个先手特别大，轮先手本来我觉得这个棋本来这招棋也很大呀，很想走，很想走，还有这招棋也很想走，都是很想走的棋，对，我想走这个，走这个你走那我再走这个，很想走，但是呢这个时候在这儿落了个后手，那该黑棋走，你看黑棋抢那个了，黑棋把这个飞起来了，这个太大了，不光这个走完这个之后我再一走这个，你这块棋还没活呢，没错，那个我的肯定还得走吧。所以啊，白棋得尖三三。对，那这个棋黑棋这个联合，这一路，这个叫组合拳。我都很想走在这儿。这个可以，这个、挺好。是吧？要这个行啊，那更加的那个什么，对这个帮木啊，
对，我觉得好像差挺多的这些。对，这个更加好，更加好。这个你挡上之后还再煎，我就直接把你煎掉就完了，哎、对对对，我也别扭捏了，就不要保留了。中间都没啥这一带好走的，中间都空的，你看这都有头，这都有头，反正你围不起来就行了，不好围的。是的，这个更狠，嗯，这个更好，哎，但是呢，这个大方向啊，黑棋往这一走啊。嗯，也是不错，也是他的总是黑棋，哎，也是很可接柯洁可能啊，他也觉得有个够，哎，他尖的，他走这个，他说你走这个，他可能是不是还怕你怕他，也可能冲进来了，哎，对对对，实际上不怕，挡住，他走这个，对，好，那面又是先手，这个跳他也不能忍受，他就挡那个脚，好活脚了，嗯，那黑棋下面往哪个方向走呢？这个时候，哎。这个那面都基本上都安定了，对，是吧？也没这个也没啥意思，他就开始大胆了吧，往天元走了吧。他先煎了一下，煎了一下，考验一下白棋，你是不是打吃掉那一个子？哦、那我这儿煎一下。对，他是这儿煎了一下，但是虽然说这下扛了一下，嗯、但是实际上这个脚呢，局部目前是打劫杀。如果说他不走的话，不走是这个打。对他可以直接搬进去打劫。打劫杀，嗯。那打劫的话，我要是形势不利的话，我觉得肯定跟他打了，再打吧，那就是吧。嗯，如果是我形势不利，我还是走这个了。要是我的话，还是想跳点一下。你打就打劫了，对，你不打劫你吃不着我。嗯，你走这个我挡，这儿一挤，这儿是有个铁眼，没错。你再搬这个，搬这个不是我搬一个就挤一个，挤个怎么做个眼就行了，做这个就两个眼瞪起来就行了。啊，没错，这俩眼，那你就是非要吃我。哎，你走这个，我这一吃不是就活了吗？你走这个，或者你只有这个，对，只能是连扳跟他打劫。哎，那你这个劫，我觉得这劫黑棋也挺重的，也重啊。嗯，我觉得要值得打。而且这一带就都、哎、对对对对都是劫财。对，那他还没有这个范廷钰，可能他觉得形势啊还是不错，也可能。嗯，他没有走吗？他是把这个走了。哦，这个走。这个是你的先手，局部先把木抠掉。这个你先手，对，就承认是他的。那就是这是你的先手，这个我认，这个先手。但是这个走完劫财的问题，这个他以后冲的劫财啊，对，黑棋的劫财会多一些。嗯，然后他就补了，没有，他没补，他是走的这个吧？哎，又喜欢木啊？啊，这范廷钰的特点就是怕飞，是的，是的啊。这个木，这本身木也很大呀。这个很大。他不抢木，他是不是觉得他如果断打被人家飞掉的话，这棋也不太够，没有把握收赢呢？有可能。他这个那么注重这个木，这个棋要是这样的话，我觉得，那个本来那个差特别大，是吧？这个感觉在那个地方二路又缩了一个，这个还面临这个打劫，这个形势不看好。没错。嗯。黑棋该是这个什么走了，走了一个天元了，天元走了。下一步天元走完，他就现在他也都稳定了嘛，他下一步还有狠的，他是走。他要把这个拉出来，哎，然后等他粘上，他再虎一个。一个，这都变成先手了，这又打砖，这个受不了，啊，这对于这个，哎，这个受不了，就很看重木数的范廷钰来说，肯定是接受不了的。对对对，他还得补一个，他虎了，被他先手又便宜了。嗯，那么现在黑棋跳这个。好，他稳当了，稳当的跳。这得小心啊，这还有跨了几段的问题。对，有一个那个这里，嗯，也这里面，哎。但是白棋也不能一味的在防守了，如果再补棋的话，这棋本来也不见好。粘住是吧？啊，你再不把木这个给他帮住，肯定是不够啊。哇，这个靠下，他这招棋起作用了。嗯，哎，这个棋你要是说挡一个呢，可以稳当一点，嗯、没事儿。哎，但是呢，他是粘上之后，考虑中央，他这一靠是个好棋。这个范廷钰他喜欢这样，他是腰、这个。他喜欢这种收束的方式是吧？这收束确实很强。哎，对，这个棋，嗯，哎，他应该说他掏你的木啊，你走这个他就往这个嗯搬回去了，这个很大，一长就搬回去，先把木捞了再说。那么现在黑棋该怎么办？黑棋在这一带呢，他也不甘心，就是、嗯。跟着他硬，他觉得跟着他硬，这里还有个硬也硬不好，对。然后呢，他就直接动手了，靠断的。先冲了一个。哦，他先冲了一个。冲一个，哎，这个是要挡住，然后再跨断。哎，对对对对，他是什么呢？你如果冲，我是挤这个。对，是的。挤这个，
刚才他这个跳肯定就是瞄着这一下，你走这个呢，我走这个，没错，你这个吃，我这不走，我这儿还先手，你几吃我就提掉嘛、哎、对对对，反正你这后手提两个，那你中间全死了、哎、对对对对，这么行啊，你这个中央不知道走哪个的话、嗯、我这一走，哎，你还得补这个，这都捡先手，让中间、啊、先手抠掉的，中央我再来处理什么班了、嗯、什么连班了之类的哈，哎，他是希望走成这样，但是呢，这个棋他靠的时候啊，他如果这样挤啊，对，可能就成为那样。白棋看看他觉得没有成算，嗯，他不敢了，因为那个刚才这一粘一走，他连扳了之后还处理不了，那么他最后尖的，小尖一下，小尖、嗯，轻处理，对，轻处理，他是粘住，连连后了，这倒是他都后急了，嗯。这个棋白棋靠出来了，靠出来，这个不能，那很想直接往回连，但是这个连不太好连，是吗？假如这个，假如说这个被他刺一下，嗯，对，假如说这样，对对对对对，然后黑棋这一冲再一跨，好像还是没连上吧、哦、不不，这个也，你这个也够狠的，这个也够狠的，这可能他黑棋可能就另外一种方式了，嗯、也可能不收一下就算了吗？哎，不觉得，搬个。这个棋他的下法啊，嗯，或者是他如果形势觉得不好的话，他有可能搬这个什么给你搬顶下，哎，但中间不得要那个什么，要做他这边都是先手做的准备，做的准备之后，啊、他这个哎，待会冲一下。正常的话就是这个，收官，嗯，收官一下是吧？这样的话他会立下去，然后黑棋就这个吗？嗯，拐回去，这样。这样对，收官了，嗯、那就是吧？你说的那个。什么冲了，这样还有一个这个东西，啊、哎，那也太狠了。之后再说，嗯，这样收官的话，大家也是，比较和平。和平。嗯、那个最狠的是什么？他是这个有先手，这儿中间有先手，他什么搬了长在那个不知道了、嗯。但是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就是脚上那儿还欠个劫呢。哦，对了。啊。这个劫财。这个问题很关键。这个马上我们说了半天，这个棋他有可能打劫了。他这一代本身已经有很多劫财了，现在黑棋好像跳一个是像是要回家那个什么了，这个棋感觉上是有点下得很撑的感觉，顶着头下有点狠啊。这样下真的合适吗？嗯，这个棋可能不像好棋。嗯，黑棋接了一下，接了一下，接了一下呢。这儿接下来如果说白棋不硬的话，嗯。他会团，下的很简单，就团一个，不管你接还是虎都一样。这个打吃，打吃，这又是个接。对，这儿有个。那你就成连环劫了，那儿还个接。哎，对，两块必死一块。所以说这个棋白棋必须要走。是的，嗯，所以他先团一下也好棋啊。嗯，哎，看你是吃这个呢，还是立一个？还是立是吧？哎，对，立的话，这接下来又很多劫财、哦。对对对，他是考验你一下，最后他选择这个，这两个交换成定型成这样。嗯，那么现在那个地方先放一放，该黑棋怎么处理了？嗯、黑棋呢，这个时候打劫呢，当然是也是一种选择。对、嗯，但是现在他是走的这个，他靠了一个，这不这个也是一种选择，跳是吧、哎？也是一个选择。嗯，你这不是有个压吗？哎，你压这个，我再靠，也是一种选择。嗯，这也可以考虑。然后劫财也会很多，嗯，他是走的这个，嗯，然后白棋加了一个，哎，他为了什么呢？你如果这样，他退一个，这儿还有个猴，两个在嘴里呢，不好，所以他走加一个呢，让连那什么了，想成这样，嗯，这个时候白棋的本型啊是应该挤的，挤这个，哎，他假如说粘上吧，他就应该挡。挡住，应该这样。哦，哎，这是个本型。那这样好歹连回去了。哎，连回来了，这是收官就是了。以后你要打劫就打好了。哎，那刘老师这样黑棋有没有可能这儿，比如说加强一下？对，加强一下。这样。不，对，加走这个，他可能不是回家吧？哈。嗯。他比如说这样。哎，对，回家。对。你拐回去。哎，我这断了，好像也没什么用，我这都连回去了。啊，对。那如果这样正常收数的话，这怎么样啊？您觉得？这个棋黑棋好像不坏吧？嗯，好像也挺细的看着。哎，对，也不坏。嗯，哎，这个里面劫财现在他就可以看你胆量，你要打这个劫，就是你要掂量这个空了。嗯，哎，你这个劫财没有自己也是损的，收官这样是正常收官，是吧？对，正常收官。这个劫也不能随便乱看。这个就慢慢应该是一个小胜负。哦，小胜负的棋。嗯。那白棋按理说是应该这么下的，应该这么下，嗯，应该这么下，这样下是个正常的，
收束一个那个什么了，大家正常收一收，看看输多少赢多少，也都正常。小范应该这么想，他应该是这么想，应该这么想，应该这么。啊，那这棋还且收着呢，看那收小最后个小胜负。嗯，估计是。那么现在他没有走这个，这个棋是个有问题的，他走了一个什么呢？他去，哎，不，这儿有一个黑子，他是拐的。这个棋本来是应该这样挤一个，他走的这个，这个不好，这个不好。这种地方他是不是没感觉人家会有杀他的这种念头？这个、这个其实你等一步你还欠了一手。哦，他欠了一手，他没有一手连回去。哎，对了，他欠了一手，这个棋黑棋走这个，这个时候啊，他是还是要木了。这个时候可能你要照顾中央的话，可能让点木算了。走这个什么断了这是啊，那么走这个呢，继续要拐过，拐过。但是呢，这个棋啊，被他这个棋走了这个一贴啊，白棋这个现在有点问题，有危险，因为你这个棋看来有点重了，嗯，有点重了。本来你这个几先生回家了，现在你回家的路啊有点长了，你一手棋连不回去，远了点，哎，对了。这个就麻烦了，现在你怎么连呢？你走这个我给你搬死搬出来了，你走这个我这走这要断这个棋还要麻烦。你看他走的什么，他是单长的，单长是长的，这要回家可能跳一个可能还好点，好一点，觉得离家近点，对，这有软，这应该跳，很长的，长在这儿。那么黑棋跳了，黑棋跳一个，这个棋也不能老不走啊，这个棋他是挤了一个这个，这个算他的，两个都不要打啊，这是他的。然后老不走的这劫财，这是中间这劫财，中间这个都大龙在这撑着，这个劫财就多了，这个现在和刚才的不一样了，就感觉有无数个劫财。哎，对，一边攻他一边找劫财就行了。对了，所以他不得已而补了，补了。但是这个补啊，又让了一步棋，该论黑棋下了。你那本来回家就挺紧的，现在又让黑棋多走一步棋。白棋这个时候，假如说这个不粘，把这个粘上，这粘上好像也没什么紧，这走一个，走一个，这样会好点吗？也不见得，因为他断一断呢，他可以跟着你走，你那个劫财也有问题。那白棋大概你回家做活。这样做活还是就打吃那个吧。你这个棋啊，这棋我怎么觉得你看着不像能回去是吧？这个不是，都是这个棋也那个，反正搜刮起来你很累，这个棋，很累。反正这个棋呢，就你在当官走的太多了，现在主要是啊，木现在也不见得便宜了。对，刚才那一手回家最好。对，刚才就挤一个贴回去。对对对对，这样基本上白棋这个棋也应该跳嘛，都连上了。这个你看它太慢了。哦，是的。这个白棋现在它是它打了黑棋断掉。这个断掉也有价值的。没错，因为断掉呢这块棋啊，它现在是打了没有度过。你小心待会儿人家扣吃，对，都可以先手搜刮你。后面有点难受。白棋要想办法回家呀。白棋煎一个。煎一个，对。他这个拐吃。对。这个其实木上不便宜，然后呢，黑棋这个为白棋为了回家，赶快的想办法回家了。我就得想办法，就这个局面下，我就拼命在想白棋这个棋应该怎么把自己连回去的问题。连回去可能就这一类的，能不能连回去？只能这样了。这个的话，黑棋好像还没有连，你看他走这个了。冲过来。冲他有挡。然后挡一个。对。断的话，它正好长，它能长，还真是连不上。棋这个能粘住，哎，所以这个棋啊，就一步连回家都不是不容易，不容易了，就不知道走在哪个地方。你走这个它穿了，走哪个它这个，所以没有一步回家的棋了。所以这前面呢步子有问题了，前面有问题了，撑走的太撑了。这时候，哎，你就知道严重性了，这块大龙那怎么办？白棋。比如说，飞在这儿，对，这好像不太，不太像能连的样子。难办。连在哪儿？我就觉得很佩服他，他居然都不连。他让你难受一下。哦。你他先考验一下。你认一下的话，
哎，它便宜了，它可能就连法啊，可能就不一样，它或者再贴一个，想办法这飞一个回家了。嗯，哎，这么贴一个可能是，哎，这样，这样也许，哎，那是便宜一下。嗯，但是这就是这个。要抢这个官子，黑棋出手了。对啊，因为黑棋现在都是连，他觉得忍无可忍，你怎么还往这儿走？他这个都是连的一片。对，他现在看他的啊，他是不是这儿冲一下？他现在啊这儿冲一下，他先冲一个，这个你难受，只有粘，对吧？对，哎，然后他又冲一下，这是你的先手。这看起来是不是在打将？不是，他要找便宜哦，他找便宜，这个地方这一块棋他要便宜你呢。然后他飞一个吧。哎，对，这个棋是有点难过，他这个飞你这个吃啊都来不及了，哎，再说你这个吃他就粘上，你也没啥了不起。他也可以煎一个，就是把黑棋先手断开，他是可以做到的。那也没，但问题是，即使那样，他也不知道活在哪儿了。打吃粘上也没关系啊，黑棋这都是连通的，那么他走什么？贴一个，他就是贴的。对，这个吃一个，我怎么觉得也可以啊？他就是吃的呀，吃的要不吃的话被人家挖回去了。吃一个，嗯，白棋粘住，粘住，这先手了。现在这个把黑棋要想办法抠你这一块啊，嗯，好，他是贴这个，贴这个。那整个就把你装进来了。对呀，这块棋看看他把你这门的路堵死了，嗯，对吧？这不管你打哪个，他都粘上，那门路堵死了。现在只有这条路了，如果你走这个，他一冲就断了，所以你只有打这个。但是如果说刚才白棋这下不拐啊，刘老师，哎，单贴，他单贴，哎，那么黑棋要吃他的话，那就不也得往这边断吗？哎，不，那就不一样。我不知道他是怎么个断法。如果断这个，断这个，对，那个实际上已经很危险了。白棋就已经要回家的路啊，要小心了。因为如果说断这个的话，我觉得白棋应该是能连上的。嗯，如果这样的话，对，假如说这边还是一样的，对，下法，他可能还是断。他断，嗯，那他就打吃就完了。那反正是这个棋已经就你要小心了。我看得很清楚，就跟下完了让大家看得清楚一点，这样。这个断呢，也有危险。那这个呢，这个呢还是没看清是吧？不见得，这个我觉得还不见得会一定回家。哦，不一定能回去。哎，对，有可能啊，我们想象着或者他单飞也是有可能的，这个棋啊。他单飞这个。也还有。这一代其实挺复杂，就很危。很复杂的形状，单飞这个呢，黑棋如果要硬断它的话，大概只有往这一带走吧。然后您再贴这个吗？贴这个它贴过来。哎，对，这样可能还好一点。近况看起来好点。对对对，是好一点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它贴过来。对。那至少它这个尖应该。那我挤一个。不能挤，这打又打先了。反正您尝一个呗，就把我断了。尝了他贴回来。贴回来，按理说我觉得应该能连上吧。反正他就是回家就要小心的回家，对对对，有可能。就这是有可能啊，但是他现在这下的那么撑的话，这个棋啊，我觉得实在是危险。那黑棋就没办法，他因为他太厚了。哎，忍无可忍，你看黑棋这个下法，他是在这里一走啊，还真是有点麻烦了。这个时候意识到了，可能他是贴的，那么这一挡是吧？对，哎，这个时候回家，这时候回家的路只这好像回家的路已经被切断了，不是已经很艰难了？这人家都贴在这儿了，您还怎么回去啊？艰难了，是啊，那下手了，下手了，下手断，这肯定已经看清了，我觉得是断，这都贴住了，这还怎么回去啊？这个棋啊，真的是回不去了。你在这儿只是忙着做活是不可能了。是的，只有这个了。那变成了一个转换了。对。但是这个转换能成为棋转换吗？这个大，这个很大呀。白棋一冲，那么冲长。对。然后再冲这个。再冲这个，对。那黑棋就看得很清楚了，他也不需要再跟你纠结什么了。你这好。好。把这块都吃了，这还用数目吗？全部都是。全部留下了。四平了，但是这块棋他就把这个吃了。嗯。能成为棋转换，把这个吃掉，是吧？对，其实黑棋如果狠一点的话，他是不是可以考虑活这个？那这个棋啊，用不用那么狠？用不着那么狠。他狠一点，他还可以这样。当然，
这是有可能最狠的下法，就是、对对对，这完全没必要了。但是这个棋呢就有变数了，嗯，小心的人家跟你杀气了一会儿。他这个对你说的这个，他看来他是这个柯洁已经算准了，他肯定是数过了。关键是什么？他后面这个还有呢，刀子和后面的抠你的刀子还在这儿呢。你看，你只有这么活，很难过，只有这个挤。你看这个棋、啊，你不挤挤不着了，被人家传。必须提啊！是，我这一立还没活，这一爬就死了。嗯，你还得做活，做这个活。对，是的。这个被他抠的也是一塌糊涂，然后又被爬一下，这都先手啊，这都抠得很难过。那现在他很明显了，哎，这爬这个，爬这个，他其实收官呐、啊，我觉得他狠一点还可以立，对，他就爬呀，爬先手。这个棋啊，到现在为止啊，那你看黑棋下的把这个吃干净了，他算得很清楚，嗯，哎，没有什么风险，而且这个可不是赢。赢一点点是吧？对，赢多了，这个黑棋这个转换就已经便宜了，不成比例，形势是的就不差。嗯，所以这样的话，就柯洁就明显的就明显就拿下了。对，赢得很清楚，就不需要再去纠结那一点目数，非要就给他全撑住。对，他这个刚才你还说要搬了虎一个，没必要，没必要，让这个地方一看清楚不出奇。这个是一般形势说差不多，嗯，我只差个一两目可以撑住是吧？那现在是不是差那一点？差很多。这个棋应该说是柯洁啊，嗯，下的比较好的一盘棋。我也觉得是，所以大家不要觉得柯洁，哎呦，这怎么不是第一人了？但是他的实力是在的，对，这个毫无疑问，还是人家这第一不是随便拿的，实力很强的，没错。现在这个尤其。这前面这个转换都下得非常漂亮。我也觉得黑棋整盘棋基本上你找不到它的错漏之处。白棋呢有些地方可能下得不太精细，它如果下好的话这棋还是能下，但是没有说它下好了这棋就能取得优势，我们没有找到这样的地方。对，这也可以这么说，是个完胜之局完胜之局。对吧？柯洁最后这盘棋结果就是黑棋爬的时候呢，直白的范廷钰就中盘认输了。对了，应该说是柯洁的好局吧。好，我们的讲解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看，再见。好，再见。